你喜欢自己吗？我们就是回锅肉训练生。我就是回锅肉，怎么了？说你的人，一个是嫉妒你的女人，还有一种是不如你的男人。有人说你们斯巴的妹子只会卖萌，感觉我并不是特别好看。还有人说我长得像牛头梗。所以你哭着这么激动，但我们并不了解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。还是我不说了。不说了。OK， 好，不用着急的去回应所有的声音，你的作品就是你的舞台。 Just the beginning， 无敌无敌无敌，这个真的算是女团的标准。我们产生了三个 A 班。Just the beginning。喜欢自己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